行不行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辅助去哪了？敌军辅助面对现实去了。碾碎他们。这段时间都单排，过段时间看一下吧。过段时间整一个新辅助新 表弟好了。世间本没有表弟，或者人人都是表弟啊。哈子打野，对面这个阵容，哈子打野，中野 AD 又啊又是男刀，这把中单不会炸了吧？中单炸了，难道又要有我了？哎，我都被搞怕了，这种中。人家结婚去了呀，人家对吧？考上公务员去了呀，天下无不散宴席，就跟有一天大伙儿对吧？也会不看我直播一样，我也有退休的那一天一样，只是早晚的问题而已啊。他们不会知道是被什么东西吃掉的。可能现在属于下水道英雄，还好吧，这英雄杀猪还是很好用的，打人机还是不错的。我现在都麻木了，你们知道吗？这现在队友不被单杀不被线上打爆我都不习惯了。来是吧，来一个三路全崩好吧，让我挑战一下炼狱模式。下路好像又要死了，这难道死了扛塔了？你别说，这下路这两个东西消耗有点恶心的呀。老鼠毙了，维克多没毙，先给这个老鼠走，我们杀这个维克多，线这么长他死了。别急，等一波孤立无援，给他先 Q 伤害就没翻倍了，知道吧？这小子在上半区，我看他这个补刀术的话，应该他第二轮也刷了。想法很好，但是没有用。哎，可以，老青钢影了。老青钢影为什么会被单杀呢？也正常，这个鱼带点蓝的，点蓝打 TP 太卑鄙了。我操，这 W 差一点点，我来一把小刀好了。这为什么会死呀？这 W 没吸起来，我刚才75的血被他 A 死了，中路被抓死了他。我有小刀在的，
很会啊，难道来了四级。旁边有个老鼠，你这个异能中，你在做梦吗你？没事，我吸一口血了。哎呀，怎么妈的这么烦呢？来把长剑鞋子。果然老心爱你的，没看错你啊，这才是正常的队友嘛！打了一晚上，终于有一把队友会支援了。虽然他这个一杠四，但是他打的效果跟四杠一一样。你支不支援的话，跟你看到没有，跟你的战绩没关系啊，只是看你肯不肯而已啊。怎么回事？你在干什么？帮他守一下塔了。这个难道什么意思？一直有我，你是觉得哥好欺负是吗？你是觉得哥打不过你是吧？他们不会知道是被什么东西。
别死了，不是，你不能这么打呀，这样打太亏了。他想瞄我，没事，他死了。他这个高等级的跟他换我们不亏的。妈的，我还想反杀他，他为什么一直能 A 我的？瞎子 Q 好像有反应啊。
还有谁？哎呀，太舒服了，这把，这把队友会帮我。妈的，打的一晚上太憋屈，没一把队友帮我的，都是对面有我。这帮我，我一个打几个，我乱杀。今天玩的太憋屈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要刺穿他。帮我对面也有来啊，只是说他会来而已，你知道吗？对面也有帮对面打野的。完了，差点伤害，应该够了。又不是说队友帮我，对面就不来帮了。在军事的情况下，我不是随便打的。我直接回家了，可以来个复活甲，待会儿。来把暴风大剑得了，我觉得他们杀不了我。买一手保险，来个护甲好了。这把前面没那么顺，就没买水滴了。终于不是我一个人自己来打龙了，妈，今天一晚上都是我一个人打龙，队友在吃线，对面一波人过来把龙打了。哎，太浓了，只要给我相同的队友，我随便杀他们。三打一有屌用，不一样要杀你吗？这小老鼠想来偷我，他待会儿。这蓝刚刷的怎么就没了呢？死了！我按你扩建进来的，没有眼。中路别打，打了就没人来吃红了。怎么会没人来红 buff 呢？不应该啊。哎，你这他们打架去了，他就不来了，不打架他就会来吃红的。把这个鱼杀一下。
有点被遛狗了这样。你看不打架他就想去刷红。没有啊，哪看到我的呢？真多，妈的，跳早了一点，晚个半秒跳他就死。两个在哦，怎么会没打过呢？我埋伏瞎子你都能到啊，那我去吧，稳一点好。别被抢了，哎，没必要啊，你们等我来就好。狗东西，
好的，郭将们，那我导航先 poke 一下，他们就没得打了。怎么一塔都没破呢，兄弟们，这很离谱。畏惧虚空吧。够了，针对有用吗？我要把这暗影扩建买了。我叶汉桑回来了，可以了。这个十五加护火甲，将近三百点护甲。待会土龙再加成一下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死。这 EZ 红都不吃给我，知道什么叫地位不？你怎么还敢偷啊？偷刮刀？我的翅膀焦躁不安。这么脆，我还想点个水呢。
怎么打的这么难？我都这么卖了，这不应该啊。对面技能还全给我了，我这不拿命去留的。我觉得得换双水银鞋，待会儿打我有点痛，护甲已经够了。可以给我，来啊来啊，进来啊进来，妈的，点半天点不动，我操！直接一波吧，他又吸血了，不一定能一波，感觉。不应该想着点水，刚才直接杀了就好了，浪费了一点时间。这个他们打，这个老鼠他打不了。龙魂给他们吃大龙没关系的，这个鱼这个点没啥伤害的，他直接双龙会那过来再打完，喜欢玩跟你们玩嘛，这有些代号，反正他们又打不过去了，往回走，就是喜欢玩嘛，慢慢折磨你们。这一把打完之后，对我的那些质疑声统统消失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 carry， 队友大爹两个字都打出来了，把 carry 给我发在公屏上。
一个人打了四个队友的伤害，看到没有？十万伤害，赶紧给我把开水都放在公屏上。